我就是你们口中用钱砸脸的彪悍女。有些事儿已经过去了，为什么就不能遗忘呢？又上新闻又网络转载什么的，我都没说什么，可是你们也别太过分了。最近好多人都去我的微博里边攻击我，还接到几个陌生人电话，张口就骂我说什么我被人肉了，我真是怒了。我就是开宝马怎么了？我开宝马就是小三就是二奶吗？我开宝马就该死吗？你们都用你们装尿的脑袋好好想想行吗？想明白了再回来说话，要不就别在这满嘴喷粪，难怪你们叫愤青呢。还有那个开瑞女，我不就碰掉你点漆吗？我都赔你钱了吗？你还在那装什么可怜的，还原谅我？我用得着你原谅吗？你原谅我，你别弯腰捡钱呢。你要不要脸的，你还参加什么开瑞结婚赛？你买得起车你加不起油吗？你没钱交你说话呀，我再给你点儿。别在这得了便宜还卖乖行吗？你别继续装可怜了行不行啊？你我为什么拿钱砸你？不都是你们逼的吗？旁边还有拿着破 DV 的人在那拍，说什么赔钱赔钱的。我现在怀疑你们是一伙的吧？你们是不是碰瓷儿啊？你们还有那些不了解真相的网民，你就别跟着瞎起哄了行不行啊？我那车也是自己辛辛苦苦的做模特赚钱买的，别看人家开一个好车就说人家是小三就是二奶，不是所有的人为了钱什么都可以出卖。再说用你们那双瞎了很久的眼睛好好看一看，姐开的那是国产的宝马，姐要真是小三姐就开宝马 M3 了。不知道唾沫星子能淹死人吗？你们别跟着瞎起哄了，都别来烦我了。